甘愿流氓，甘愿是吐血替将无奈委曲求全，人命之事，你这人是谁甘愿？总算，总心算，去注意一个人，愈是情感的表现，这种情有四分世间百种情，就不知有心人是哪一种情。有心也是一种情，就不知心善不满嫉妒，亦是假存。感情有酸有甜，就如同我手上这个苹果，顶级的苹果是又甜又脆，中央的苹果是酸又个贵色，然后粗俗的苹果是涩又酸。这是南处名山的生活哲学，银川吴德军的苹果顶级论，感情嘛是博顶级、博气象，达到平均的素质，达到成长的英语。我不去做生意实在可惜，生意惊恶心。敢问店老板，这嘴就我这忌惮，这嘴是我的忌惮，另外一嘴，我问别人咯。最近真乱。走一日又来一日，一日接一日，江湖人琳琅不安。来一日叫剑侠，又过来一日叫人侠，全部与一人吐性有关。当年剑侠一人大少是咧创什么？竟会以魔打高度，魔鬼个恶毒，竟有想残酷的阴谋，为伊所思，为伊所思啊！都看性命碰见，主管人民扣出罪恶啊！两位，我也是来看佛的门，两位师傅唔停步让我参观吗？甚至为此的人比比皆是人啊！哼，何必打公义水做几十门？一粒人云亦云的苹果，你认为好吃，伊就好吃。你认为歹食，就怎样也吞袂落喉，心理作用。你们都有一个死无天良的乱蛋笨手，要收口收口。阿官啊，咱回来去混，不应去。一剑封神，气势未了，小人之徒，用人之手。两粒鸟翅的屎，拍翻一敲门，我讨厌这种无完美的地方。吴德军，有无完美的时间，你才会体会完美的可贵。嗯，就亲像看到真济缺陷的人，才会感觉我吴德军的稀奇。啊，我来你讲呢，是是是，伊的讲话，因为新薄面的吴德，他是真稀奇。公孙我也是算一日去改名，从此江湖上叫公孙德霸。你，你就一定爱伤我最弱的心灵。哦，原来真歹命。咦，不是清净之地，不宜吵闹。唔管了，唔管了。